加坡早餐吃什么？C. 咖椰烤面包。咖椰烤面包是新加坡当之无愧的国家早餐，在每间咖啡馆均有提供。二、姜椰饭。姜椰饭得名于其烹饪方法，用姜椰蒸煮米饭，再用一点香兰叶略微调味，为米饭赋予扑鼻的清香。三、卤面。源自于中国南方的卤面，通常选用粗扁的黄面条。浓稠的深色淀粉酱汁，要使其独具特色。四、萝卜糕。萝卜糕是将蒸米粉与白萝卜裹成块，与鸡蛋一同煎至金黄，具有浓厚的奶油味。